时装周，就是走 Burberry 秀，有什么感受呢？啊，特别特别的开心，很激动，刚刚还挺紧张的，然后特别开心能够成为这个秀的一部分，然后第一次体验了这个当模特的感觉，非常的好，以后可能要转行了。嗯，因为刚刚我们在微博上也有跟粉丝实时互动嘛，然后他们都觉得你的表现特别好，是吗？就反响都非常热烈。谢谢。嗯，然后你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吗？就是这么多支持你的粉丝，都觉得你要转行了。没有了，没有，我不会真的转行了。这个，而且这个是我不是故意要抢这个饭碗的，是一个很感谢 Barbie 的邀请，然后呢，希望未来能够尝试更多的挑战，不一样的东西吧。然后特别感谢他们一直支持着我，在不一样的领域、不同的事情、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地方都在我身边，特别的感谢。那您平常喜欢什么单品呢？就自己要买的话，或者喜欢？今天我走秀的时候，里面那个这个拉链的这个衣服啊，特别喜欢。那除了这些，你平常有喜欢什么配件呢？配件啊，嗯，就是必带的那种。这种大风衣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天气，我觉得是必备的。然后就是一些打底的 T 恤什么的吧。好的，那就 OK。